哦，师大也是。吃饱了啊，来到这里有点下雨了，尴尬。对。我应该，你看这边都现在接人了。应该接回家哎。对啊，好像是哎。雨变大了。我们好像要叫车了。对。来，你看，你看你女儿。下雨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哇，好多吃的哦，粉圆冰。师大夜市看起来不像快不行了，谁跟我说快不行？好了，我还好，我书包有一把雨伞。哎，我们你先边走，我来叫车好了。好。叫车回去。叫车哦，我们坐捷运比较方便吧，因为你还要去肉夜市拿东西啊。晚一点吗？好。该来的还是会的，来，先来这里好了。哎，他是先逗花海吗？你的表情好笑。这边逗花海。奶奶。妈妈哪里不好停，对不对？真的停在娃娃机前面。啊？我家 Yuna 受得了吗？啊？妈妈，你不要进去看衣服哦。就这样。你看他。我要叫轿车往。说轿车了，去看衣服。好了，你下来，下来陪哥哥。啊，好大的那个皮卡，你看皮卡。走走走。干嘛？我带你出去玩了、啊，你给我弹珠。哥哥睡着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趁妈妈没注意的时候，看，来。可是我身上没钱。妈妈来，我来看这个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！我打灯，哦，这里好热。对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好喝，很闷热。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哪走？拿拿，快点，快点，拿拿走喽！我说。哎呀，快！下不要下，不要停了。爸爸，你进去看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什么？看一下啊！哎、这个动画还没看吗？不是，我说鱼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要叫我看一下这个。娜娜，他要进娃娃机店。好，那娜娜，你先他，你先他，这比较难搞，你先。我推哥哥的车，快点啊，走啊！娜娜走了，走，没有，好好走，你不是星星，好好走，好好走，对。妈，你牵啦！我好像牵一只猴子哦。我推哥哥比较好推。对。哦。天哪！别！你还想吃什么啊？我请你吃。但要吃完了。哦。对。我记得刚刚我们吃西提里面的东西没有酒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。他怎么会这样呢？爸。哎。这是小喵的。爸。一。对。哇、哦，好多好多都拆掉，是违建吗？重用。哦，整个拆掉哎。啊，逛街买衣服的地方就人就比较少，对不对？但你女儿哦，
好了，去逛了，去逛了。好，妈妈去逛街买买，你要跟妈妈还是跟爸爸？你不要问他这么简单。爸爸。你看到你要看哪一间，你再把它放下来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逛完那一间的话，我再把你再把它抱回去。这间吗？哦，这间我很尴尬，我很难停车嘞。快点！看你哦，好吧，看你。刚才你跟他在跟你选，你刚刚好要叫他进来。你懂是不是？爸爸，你了解是不是？来什么？爸爸，干嘛？奶奶，你干嘛？不要做不懂装懂。来，啊，要进去看吗？你先不用，不用。那你需要买饮料吗？不用不用哈，你等下去搭车。没有，我对啊，我们直接坐捷运回去就好了。你要从这边坐捷运？对啊，还是你要直接坐捷啊？先报取消。你有叫他，不然你要叫车也可以啊。没有，我是想说我们那不是要去乐华夜市，对不对？你走到台电好。你要走到台电？不要，我们一样从古亭站啊，走到台电要转车啊。台电还要回转回古亭啊。那前面是哎，往前走。没，古亭还是比较近。好，那我们就这边往后走到古亭。装什么无辜？啊、少女无辜。没办法。Luna 不睡觉，我好难逛。是不是？他今天有没有睡觉？还没耶。但我觉得这样好啊，就像昨天一样，他昨天都没睡，然后撑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，哎，这里有，这里可以停，来，去，来，你在这里跳舞哦。哦，来，好了，你在等妈妈，好不好？哎，坐我腿上好不好？你不要动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嘘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四。哎、欸，你妈已经偷偷跑出来，然后不理我们，她去看别间店。对，好了，我觉得你有点不受控。哎，那等一下，等妈妈回来，那你跟大家拜拜，先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哎 ，Jumi。love you，love you，眼睛在哪里？好了。